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啊，我们又进行每个星期三一次的这个立牌的全球会议啊，真的非常的感动。我们刚刚从拉斯维加斯召开完全球的这个领导力的杰斯会议。啊，这次我们听了 John Maxwell 哈，全球500强企业的这个牧师教练，给我们做全场的这个培训，让我们真的今天非常的感动。那我们呢，刚刚从大会回来的，我们的双钻石总裁 CC 也被我们邀请到了会场啊。我们特别今天邀请他先来给我们做一个这次的会议的分享，大家欢迎。哦，全球的杰斯家人，我们得胜的家族，大家新年好！也新年已经过了，但是还是2017年的头啊，我们迎来了情人节啊。就在杰斯里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彼此的相爱已经超过了情人的时间，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陪老公老婆的时间没那么多，实在是在这里向全球的家人问好啊！真的在这个此时此刻，我要献上所有的感谢，也献上我对你们的爱，愿上帝祝福你们。那我今天呢，因为跟先生已经早就预约的晚餐是5点半啊，现在为了这个时刻呢，我就延到了6点。刚刚那个饭店打电话来说过10分钟他们就 cancel，因为太 popular。那么我在这里呢，用几分钟的时间呢，想讲一下这次 Las Vegas 的兴奋。哎呀，我真的太兴奋，你知道吗，亲爱的各位，我从来没有为一个产品如此兴奋过，真的很奇妙。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产品是那么的奇妙，可是当我看到这个，我不知道是上帝在过去的6年里面，好像又开发了我市场的一个感悟能力啊。所以当我看到整场的培训，那个 Andy 的喷雾式的 foundation 粉底的时候呢，我兴奋的无比的兴奋，就是说所有在座的朋友，只要你相信自己，只要你有行动，只要你愿意做决定，只要你坚持到底，在座的每一位，不要说其他产品，就光这个 Envy 的喷雾式的 foundation 就可以让在座的每一位3年5年以后可以成为100万美金的收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 foundation 具有200种生长因子之外还不算，它是喷雾式的以外呢，而且连游泳啊都不会掉妆的。你想想看，多少爱美的女士，全世界都知道，女人的生意是最好做的。你知道，我一直跟老板娘说，我们要有自己的 foundation，因为我们的精华露、我们的serum、我们的 luminous 系列是那么的棒，用外面的 foundation 真的有点危险哦。但是呢，今天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最棒的那个 foundation，而且你知道，就是听杰斯，你知道吗？那天最后一天，我们的三钻总裁 Teresa 在演讲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哭。那很多的朋友就说我已经用了那个 foundation，所以在哭泣流泪，那个妆都没有化掉。哦，我说这个市场太大了，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市场有60个 billion，也就是600亿的商机。所以今天在座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1000个的话，你想想看，你可以在600亿里面占1/1000，你都不得了了。所以在座的，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商机，然后2017年一定是在腾飞的一年。我也觉得这次我去拉斯维加斯呢，我自己的成长特别的多，而且呢，我发现呢，周遭不管是什么资源，都好像向我涌来。我觉得上帝在2017年真的是给我们得胜团队带来一个很大的激励。那当然有很多的好消息，回头慢慢会跟你们讲。那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呢，John Maxwell 是全球领导力大师第一名哦，而且他也是一位牧师，所以他的领导力呢很适合我。那也很多人说，哎呀，Cici 你很像他。那我透过他的领导力的培训呢，我总结出来4点啊，就是什么叫 lead？因为我们2017年lead 的会议，Las Vegas 就是专门对领导力的提升。我想在座的各位知道，如果你要做杰斯，怎么样快速，肯定是要提升你的影响力，提升你的领导力，对不对？在座的各位，所以你就是一定要来提升领导力。那到底领导是什么？我突然发现啊，原来你可以 lead，你怎么样去 lead？是带领别人。第一个 L 啊，我不知道这张纸能不能看到啊，就是 L，看得见吗
哦，反掉了哈，算了。L 就是 love， 就是要用爱。你看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分享，因为我们心里会紧张，说别人认为我在赚钱。可是当我心中有爱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家人，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同学，我看到他的教会朋友，我看到你看我亲爱的 我的团队啊 ，Macy 他是我的化妆师，对吧？因为我爱他，我跟他分享啊。李明是单亲妈妈，我爱他，我向他分享。你看李宗盛二姐 Angel 钻石今天会给我们精彩的分享哈。你看他来找我，我也是因为觉得，哇，这么棒的人，这么爱主的人，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个平台。所以完全是出于一份爱。那因为你看，为什么爱就是权柄？你看，为什么孩子在外面受伤也好，孩子有任何事情会回家，因为他知道家里有爱，父母有爱。所以团队也是，当团队遇到任何的困难挫折，他会回到你身边，因为你身边有爱。如果一个领导人没有爱，你的团队发生任何事情，他是不会回来找你的。所以这个你要带领吗？你要做领袖吗？ L 就是 love， 然后第二个就是 E 就是什么？ example 就是榜样。亲爱的各位，今天说什么没用，你是做出来的。你平时的言谈举止，别人看你怎么说，你说的跟做的是否一样，你里面跟外面是不是一样，你知行是否一样。所以你是 example， 你是榜样。所以今天我们出门的时候，首先我们的外表，我们的内在，像我，你看我五天在Las Vegas 就是灵修读经都是匆忙，所以今天早上我就花了差不多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我要把五天的损失补回来。刚刚丽华总裁给我微信的时候，我说我在灵修。所以亲爱的各位，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里面跟外面成为领导的榜样。就像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弟弟，这次回来我感觉他真的不一样。每天早上八点半带团队读经祷告，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要这样做，至少他在做领导的工作。所以 example 是榜样， OK。 然后你要怎么带领，你有力量，你怎么样有影响力。第三个就是 action， 行动是最重要的。今天你讲什么都没用，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如果光讲没有做，你没有办法得人心。因为这个世界是得人心得天下，所以呢 action 很重要。那做杰斯也是，你要升蓝宝吗？现在是翡翠滚动， 我不是教团队，就是不光是蓝宝滚动，因为时间很短，但是你翡翠滚动是你找100个人都可以达成。为什么要找4个人左右伸脚？十一和白丽露春救命的，你一个家庭十一和根本就不够。为什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公公婆婆，还有什么儿女，而自己夫妻都不够用。那么你开三个单的话，很容易找四个人开三个单，你就翡翠额外500美金。所以翡翠滚动、珍珠滚动、蓝宝滚动，所有的滚动，亲爱的各位都要 action， 都要行动啊！这一点我要表扬我们的待会儿的讲师，我们的红宝总裁啊，丽华，他就行动力特别强，我都要向他学习。啊，所以亲爱的各位， action 才能够让你的梦想成为现实啊，所有的 action 才可以让你的人生啊不再一样啊。你从婴儿到慢慢长大都需要 action， 需要每天都要做饭，父母要做饭也是 action， 所有的行动啊。所以第四个 D 是什么？ D 就是 development 就是发展，不断的自我成长 self development。 如果今天我没有成长，我每天讲一样死的东西，就像 John Maxwell 讲的，如果你每天讲一样的东西，那就是你是一个历史老师，你永远在讲历史，你只是个历史老师。而今天我们的领导人这个行业大家都说啊，要复制，但是如果你的复制里面没有创意的话，你拿什么吸引别人？因为每个人都会，为什么人家跟随你？你有什么特色？是不是？所以 develop 就是你要发展自己，不断的更新自己，每天要自己成为新造的人。因为昨天已经过去了，我昨天的历史就是双转，我已经过去了。但今天我要创造新的计划，创造新的行动，要创造新的奇迹。这就是2017，否则我还要过2017，我就可以过2016，对不对？所以呢 develop 还要怎么发展别人，别人跟你在一起有成长，别人跟你在一起有收获，别人跟你在一起不再一样。这是发展，所谓发展是有进步的。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领袖，我这次在那个 John Maxwell 的课程当中，突然我因为我要上台那天，我就突然有这个灵感，后来我就发给总公司的领导，他们说哇，这个 LEAD 是很棒，我也发给我老公，因为我的英文不像他们美国人这么好，可是他们我老公说很棒很棒 LEAD， 大家记得 Love 就是爱， E 就是 example 榜样， A 就是行动，D 就是发展自我成长和帮助别人成长，你才能够有千军万马来跟随你，好吧？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两个 Envy 的spray 的就是喷雾式的 foundation 啊 foundation 中文叫粉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领导力，如果你又有好的产品又有好的领导力，哇，杰斯真的不得了，我们何德何能，真的在座的各位我们要醒悟一下，亲爱的各位，你2016年如果有遗憾，2017年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唯有全力以赴，唯有把握这个天赐良机，我们才可以一起创造这个辉煌，一起创造这个奇迹。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的观看，继续听我们下面更精彩的分享啊！上帝祝福你们。太棒了哈，全球的家人，真的我们每天都要更新，尤其是我们这次参加完拉斯维加斯的 leader 的会议以后哈，更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每天都要有全新的自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真的有幸邀请到了我们的红宝石总裁丽华，那他是传统行业的老板。好，那在介入杰斯不到两年的时间哈，已经成为我们的红宝石总裁，并且他也帮助了很多的人。关键他让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是一个不太爱言辞的人啊。那今天透过他也可以帮助到那么多的家庭，让很多的这个家庭的命运翻转。那我们今天有请他来给我们讲一下杰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它究竟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什么，大家欢迎。Hello， 全球的伙伴大家好，谢谢滴滴红宝总裁的介绍哈。也感谢我们刚才西西双钻这么精彩的一个分享，真的是蛮受感动的。那这一次呢，去到拉斯维加斯的这个会议呢，我们团队也是一行很多人都有去到，每个人都非常的有收获。那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来自美国洛杉矶德胜团队的红宝石总裁，我叫丽华。我是大约七年以前全家移民来美国，主要是陪两个孩子来读书。在中国家里是做传统的轮胎生意十几年，来美国之后呢，开了四年的连锁店。真的是很感恩我生命中的贵人，也是我的好朋友 Gloria。 那么在2015年二三月份的时候，有请到了我们刚才这位非常漂亮的西西双钻来到我的店里，分享了杰斯的平台。当我看到这么优秀的人因为选择正确，在很短的时间不但自己获得时间和财富的自由，而且做着自己喜欢的爱与和平的事业之外呢，还帮助了全球许许多多的人获得了身体状况的改善，财务状况的一个改善。那这样的生活方式呢，也是我想要的，时间自由，财富自由。2015年4月13号连锁店关掉，五月全职来学习经营杰斯，八个月上红宝。那目前呢，一年多的时间，团队里边一共有60位蓝宝石合作伙伴，3位蓝宝精英。也在这一年多的过程当中，真的在这个平台上面收获了太多太多，收获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也收获了个人的不断成长和提升。那收获了当然有不断增长的个人这样的一个财富收入，同时呢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和孩子。那我就来介绍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公司，又是怎样的一个平台。公司的名字叫 Genes， 源于法文，意思是青春永驻的意思。看我们公司的 logo像一个喷泉，孕育着我们的青春之泉源源不断的涌出。那么杰斯公司呢，是引领生物高科技的新时代，也就是真正重新定义年轻。那讲到公司，我们就来看一下公司的创办人，先生叫 Randy Ray， 太太叫 Wendy Lewis。 那这一对
和蔼可亲的犹太人夫妇就是我们的创办人兼全球总裁，右边是他们的儿子 Scott Lewis， 也是全球策略总裁。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9日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在公司成立之前，这一对犹太人夫妇他们无论是在事业和财富上边已经达到了相当不错的一个高度。那在年轻的时候呢，先生 Randy 就为美国的 NASA 太空总署设计了一套程序软件。当时呢，他得到的这个机会呢是通过竞标得来的，他是战胜了竞争对手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公司 IBM， 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600万。那么太太呢是一位美国的双数学博士，更是一位奇才，也是一位真的数学天才。那么公司的奖金分配制度也就是由他亲自编写的。那这一对夫妻呢在网络管理系统有着20多年的经验。那么由于呢他们受到生物高科技产品对于他们身体的一个帮助，他们创办了几次公司，并且结合创新的交互式网购系统，把这个生意推广到了目前全球100多个国家，为全球许许多多的人对于身体状况的改善以及财务状况的一个改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下边就来看一下杰斯公司在短短的几年那么获得哪些的殊荣。这是杰斯公司的第六年，2015年，一年的销售业绩就达到了10.9亿美金，也就是超过了1 billion 的这个数字哈，这在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几家之一。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排名，这是2016年全球网络营销百大排行榜当中，杰斯公司由2011年的第82位跃升到了2015年的第18位，非常迅猛的一个发展。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奖项，这是美国的 Inc 杂志评选出的美国前500个发展速度最快的这个企业。那么杰斯公司更是以唯一一家网络营销公司名列其中。大家知道吗，这一个奖项的评定是每5年才评选一次，每一次评选都会有超过50万家的企业递交资料想要入围。那么要入围的企业要需要连续5年被追踪，他们的企业的成长与发展都呈上升的势头才有可能被入围。也可以说像杰斯公司这种入围的公司是万里挑一的公司。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奖项，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史蒂夫商业奖，它是跨越所有行业评选出的顶尖企业。那么杰斯公司又在顶尖企业3800个这样的企业当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史蒂夫商业大奖，并且获得12个类别的5项金奖、4项银奖、3项铜奖。那么杰斯公司无论是从它的年销售额，再到各个奖项的评定，以及各类专家人士的一个认可，获得这么多的一个辉煌业绩，获得这么多的一个拥戴。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有怎样的一个成功秘密呢？好，因为杰斯公司是适应了时代发展的三大趋势。一，生物高科技。随着科学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生物科技已经到了一个基因研究的一个层面。杰斯公司从成立以来就是致力于细胞修复、细胞再生这样的一个研究，并且运用于食品、健康食品、保养品当中的最高最新的生物科技。二，互联网。1969年互联网始于美国，诞生至今不到50年的历史，可以说互联网给我们人类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最初的我们看看信息发发邮件，到现在的小到叫外卖，大到跨国购物买房买车，真正的是给我们人类带来了许多新一轮的创富的一个机会。那杰斯公司呢是完全与互联网相结合，所有与公司生意运营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在互联网上面来完成。完全依托在互联网之下的杰斯公司也将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新的一个创富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三就是系统支付。说到系统支付呢，也真的是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加盟，
那么我们要付一大笔的这个加盟金，后期还要有追加资金。如果今天我没有钱想要创业怎么办？如果即便今天我有钱，市场前景不乐观，我想保守的赚钱，那又怎么办？可以加盟杰斯公司，那么去寻找这种致富的可能。在短短七年的时间，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周边许许多多的朋友，因为与杰斯公司加盟，他们都获得了创造财富的一个成功，获得人生价值体现这样的一个成功。那么也就由此可见，这一个路就是看得见行得通的一条致富之路。下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杰斯公司需要我们做什么。杰斯公司的市场呢，需要我们做两大系统的推广。一，细胞优化管理系统，也就是分享领先世界的生物高科技的产品。二，交互式网购系统，由于互联网的诞生，也就是运用在我们这个生意里边呢，它打破了这个国与国之间的一个界限，将我们这一个生意推广到了一个全球这样的一个平台。好，那我们现在既然说到领先世界的生物高科技产品，那么就离不开公司的科研团队。下面我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两位杰斯公司科研团队的领军人物。第一位，全球抗衰老之父 Dr. Vincent Jampapa 博士，他是美国抗衰老学会的创办人及第一任的会长，他是全球第一位具有抗衰老内外科执照的拥有人。他几十年致力于开发研究 DNA 抗衰老的专利技术，目前呢，他还就职于美国国家宇航局 NASA 医学的顾问，他拥有20多项的医学与抗衰老的专利。那我们看他本人的这张照片哈，有人猜他40几岁，有人猜他50几岁。那我在公司的大型会议上边呢，也多次有见到蒋爸爸这个博士的本人哈。看他的精神头，我猜他也就是40几岁，但是他本人已经70几岁了。由此可见，抗衰老到底有没有用，看他就知道了。下面再来介绍这第二位领军人物呢，是全球知名的医学顾问，那 Dr. Nathan Newman 博士，他是专攻成人的干细胞技术，并且运用到医学美容的这一个层面。他有一个美称叫美容拉皮不用刀，全靠成人干细胞。而且他在美国洛杉矶最贵的地方比弗利山庄开设了一家医学美容诊所，专门服务于好莱坞的明星以及上流的这个人士。那么我们下边来看一下，在这两位领军人物带领下的杰斯公司到底带来了哪些产品给我们。这就是杰斯公司的细胞优化管理系统的全套产品，由内而外，由外而内，全方位的一个系统。那么杰斯公司的产品不求多但求精，每一款产品都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好，我简单的来为大家介绍几款经典的内服和外用的产品。这是我们的内服产品 Reserve 配全精华，它富含白藜芦醇。那大家都知道，白藜芦醇长期服用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15到20岁，因为它可以激活我们身体的这个长寿基因。而且白藜芦醇它的消炎作用是阿司匹林的60倍，同时它的抗氧化是维他命 C 的800倍，对于肿瘤和癌症高发这样的时期，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有40倍的功效，没有任何的一个副作用。那么市面上有很多的白藜芦醇，有片剂的，有粉状的，有这个胶囊的，也有水剂的。那么为什么要用杰斯的这一个配全精华白藜芦醇？那第一，杰斯的白藜芦醇呢，它是复方的白藜芦醇，那它的抗氧化效果就更强。第二，最主要它的一个吸收，那我们呢是采用悬浮凝胶的技术，口腔含服，舌下黏膜吸收，它的吸收利用率高达95%。这也就是为什么长期使用我们的配全精华，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内循环系统达到一个平衡和健康。白藜芦醇呢是被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帝国科学院
美国抗衰老学会三大权威机构一致认为，人类继抗生素以来的又一大发现。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款产品 AMPM DNA 基因修复早晚系列，早两颗晚两颗，全天24小时提供给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所有的这些营养元素。那简单看起来它不是一般的维他命营养元素，每一瓶里边都含有八种的这种专利的配方来修复我们的 DNA， 也同时可以避免我们端粒的一个缩短与磨损。那么我们都说抗衰老，抗衰老是抗什么？也就是抗我们的端粒的缩短和磨损。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家发现我们端粒的长短决定着我们寿命的一个长短，那么今天有没有一款产品可以让我们的端粒延长，让我们的寿命延长呢？有的，这一款产品就在杰斯公司专卖 Finity， 它是荣获了2009年瑞典诺贝尔生物与医学新技术的产品。它就是里边的一种特殊的成分 TA65MD 老化细胞的端粒酶活化剂，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端粒，把我们的端粒可以直接延长，也就是让我们的寿命可以得以延长，让我们更加的青春逆龄生长，更加的有活力。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款产品呢，是我们的 MIND， 是新产品，也是由我们 Dr. 蒋胖宝博士研发的。它是从蚕食蛋白里提炼出来的 CyroQ 加上茶氨酸，对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去补充营养，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清晰，注意力集中，增强大脑的一个记忆力，尤其是对现在记忆力减退以及老年痴呆这样的一个人群不断增长的，这样呢给无疑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福音。好，那内服的产品介绍到这里，下边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外用护肤系列。这一款就是由我们的 Dr. Nathan Newman 所研发出来的，它就是利用我们健康的成人脂肪里边提炼出来的干细胞，培养成这样的一个生长因子，运用到我们的护肤品当中，直接作用于我们皮肤基底层的细胞，让我们的细胞得以再生和修复，解决我们皮肤所有的问题。那么通过内服和外用，真正让我们重新定义年轻。那我来为大家介绍其中一款经典的精华液，它富含248种的生长因子，直接可以启动我们细胞的一个再生机制，让我们的皮肤达到逆转的一个老化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组照片，是非常的珍贵，这是一个半边脸的一个对比照片。这是一位我们的一个老会员，他又使用我们的精华液仅仅是70天，他只用半边脸。那么左边使用过的半边脸呢，和右边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不同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左边脸它的一个在70天之后的一个变化，苹果肌明显的提升，那么整个右半边脸呢也明显的有这样的一个提升，老虎嘴以及这个细纹都有相对的一个减少。那明显的看到左半边脸和右半边脸至少年龄可以差五岁以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专业的医疗仪器下的皮肤基底层的一个照片，使用过后的这个半边脸的皮肤基底层产生了白白亮亮的胶原蛋白。那么未使用过的呢，皮肤基底层的老化现象那依然都存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精华液的一个临床医学实验的反馈数据，分别从 70% 到 88% 的人群都认为使用之后我们的毛孔缩小了，皮肤柔韧度改善了，皮肤变得更加的紧实了，那么皱纹也明显的减少了。这都源于是成人干细胞这个生长因子通过刺激我们新细胞的一个生长，让我们的皮肤的细胞自行去产生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让我们的肌肤呢快速恢复年轻，让我们的肌肤呢也更加的紧致有弹性。好，那么第一个细胞优化管理系统为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我们第二个
除了健康、美丽、长寿之外呢，我们大家还有一个财富的要求，那么就是交互式网购系统的一个推广。那么这一个平台呢，实际上它是打破了消费者和经营者不可逾越的一个鸿沟。今天什么叫交互式网购？网购大家都不陌生，在网上购买东西。那么网上买东西，我们大家最多就是花钱，没有赚到钱。那么今天这一个交互式网购系统，就是把消费者和经营者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边。今天你原本就是消费，你要消费的产品，却能收益到一个原本你不可能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利益。下面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杰斯公司间涉及到这样的一个生意的推广，当然就涉及到金流、物流和这个售后服务。那么杰斯公司与全球200多个国家的四大信用卡公司合作， Mastercard、 American Express、 Visa、 JCB， 只要是有这四大信用卡在全球200多个国家，我们都可以运用自如，在我们的网上边与杰斯公司去完成我们的一个订购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的物流呢也是非常的畅通，杰斯公司与所在国最好的物流公司来合作，在中国与顺丰快递合作，在美国与 FedEx 合作，现在都是指尖创富，随便只是在有互联网的地方动动指尖。那么我们完成这样的订购业务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家里边在短短的3到7天就可以准确无误的收到我们订购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的奖金发放是怎样的呢？是在美国和加拿大每周四雷打不动的都会收到美金的现金支票，或者是直接打到我们指定的银行账号。那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呢，当我们第一次收到货物的时候，都会收到一张现金提款卡。这一张现金提款卡非常的不一般，它是由 Visa 系统所发行的。那么我们呢，这一张提款卡可以到世界各地去使用，不同的国家提取不同的币种，中国提人民币，美国提美金。那我们的客服呢更是非常的方便，有遍及全球40多种语言。今天无论你找到的合作伙伴说什么语言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杰斯公司都可以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得到一个满意的一个回复。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如何来加盟杰斯。加盟杰斯非常的简单，只要在我们唯一的一个官网 www.genesglobal.com 之下开通自己的一个个人网店。在中国加盟费29.95元，在美国49.95元。当我们开通网店之后呢，就要选择我们的网店套装，就是看你要使用什么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如果想我们的利益最大化，就可以使用我们的商务，选择我们的商务套装。如果是选择一般的产品来使用呢，那就是选我们的体验套装。当我们加盟杰斯公司之后呢，我们就会拥有第一经销商的网络办公室。这一个网络办公室功能非常的强大，凡是与我们生意相关联的每一个环节，在这里边杰斯公司都帮我们准备好了。第二，全年批发价购物，一年我们都可以用零售价65折的批发价购买公司所有的产品。第三，商家管理账户，这就像一个银行的对账单，每一笔的支出对进账都有清清楚楚的一个记录，非常的方便。四，5大语系的个人网页，当我们在选择个人网页的时候呢，里边有24种语言，5大语系任我们自由选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奖金是如何来获取的。那杰斯公司呢，这个奖金呢有5种，2大类。第一类，一次性的奖金。一次性的奖金有2类，也就是网上零售奖金。当不管我们认识不认识的人在我们的二级域名的网站上边去购买了公司的产品，那么公司就会把这样的一个P0差价打到我们的电子钱包。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的推广奖金。当我们去分享公司的一个这2个平台的时候，如果我们的
伙伴愿意成为公司的会员，那么公司就会奖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推广奖金。在美国有$25到$200不等，在中国是由$25到$500不等。大家不要误会哦，这一个推广奖金是杰斯公司把预留出来的一个广告宣传的费用分发给我们这些推广的经销商。那么杰斯公司不做广告，不找明星代言，那么广告由谁来做？由我们来做。谁做产品的代言人呢？那么我们每一个产品使用产品的这些用户都是产品的一个代言。好，那我们下边来看第二大类的持续性奖金，有三项。第一，消费积分奖金。那我们每消费的这产品呢都会有积分，积分的这个来源呢，第一就是新加盟的网店，他们当他们购买任何的一个产品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积分。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些产品爱用者的一个重复消费，真的当我们使用到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你真的是会爱不释手，也一定会自觉自愿的去做重复的一个消费。那我们的积分呢有四大特点。第一，积分全球连线，无论你找到的合作伙伴是哪里的，那全球都可以连在一起。那么第二就是无限延伸，没有任何的一个代数限制。第三，积分共享。第四，积分保留永不归零，那么只需要每个月消费60CV，也就是一盒配权。那么如果我们一天能吃一包我们的配权，就可以有机会经营参与这样的一个生意。那么每一个人呢进来之后都有一个左营运区，有一个右营运区。当我们任何一边的积分有300积分，另外一边有600积分，公司就会把$35的返利打到我们的电子钱包。那这个奖金呢，一周最高可以领取750次，合美金$26,250，一个月按4次计算，大约是$105,000。那么这一个收入，我知道我们杰斯公司这些双钻石总裁都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奖励。那么$105,000的这个奖励，意味着像在美国的大的公司 CEO 也最多就是拿这样的一个薪水，那这一个奖金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观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第二项的这个持续性奖金当中的一个网店管理奖金。那这个奖金呢就是更加的可观哈，没有任何的一个封顶。那么你给公司带来多少市场，公司就按照多少的一个管理奖金的一个分配给到你们。我们是从第一级到第七级不同的百分比，这一个奖金也就是你帮到多少人你就会拿多少奖金，也就是你帮到的人越多你拿到的这个管理奖金越多。这个也就是当我们进来杰斯公司参与一段时间之后拿到这样的一个管理奖金，我们也真正的才会体会到什么叫帮助别人成就自己。我们也更加愿意的心甘情愿的去帮助更多的伙伴，让他们先赚到大钱，之后呢公司会奖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管理奖金。那我们看来最后一项的持续性奖金就是全球钻石分红奖金。到了杰斯之后呢，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目标叫 Gold Diamond。 那当我们达到钻石总裁以上呢，杰斯公司是每3个月把全球销售额积分的3%分给这些钻石总裁。那我们来看一下，像在我们2016全年的销售业绩是14亿的这个美金，那它的积分核算之后呢，分给200多个钻石，可以说少的一个季度分到的奖金买一辆好车，多的可以买一栋豪宅，非常非常的诱人哈。好，我们的现金奖励就是分享到这里哈。下边除了奖金分配之外呢，杰斯公司真的是带着我们一起去享受生活。那么杰斯呢就是一种这个生活 style。 那么杰斯公司还会给我们有这样的1年2次的没有任何激励要求的一个旅游。那不管你是刚加盟的还是只是产品的爱用者，都有机会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免费旅游的机会。
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地区今年是去到杜拜，像我们团队已经有几十位伙伴都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资格。那么中国呢，今年是去到大中华区哈，都是去到德国。那么德国呢，据说不光是去欣赏到很多的一些美景，还会去到我们 Mercedes-Benz 的一个总部哈，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旅游奖励，这个呢是杰斯公司的一个慈善公益事业。说到这里也是常常让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非常的感动哈。杰斯公司从成立以来就一直在做着，在全球做着这样的一个慈善公益事业。我们还有一个 Genius Kids 的一个基金。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到了这个拉斯维加斯这一个领袖高峰会议上边呢，杰斯公司真的是走到哪里慈善事业就做到哪里。他们给当地拉斯维加斯这样当地的一个机构，也是这些儿童捐了一些这个钱，这些现金哈，那都是这些经销商，尤其是这些钻石双钻们，这些优秀的这些领导人们，捐的。那么这一次就有$80,000+给到当地这样的一个机构。杰斯公司带领这么多的优秀的人，真的是一边从事着这样的一个爱心事业，一边到全球去做这样的一个公益。这也就是说，在一年多经营杰斯的过程当中，我被杰斯公司这样的一个爱、感恩、奉献这样的一个文化也是深深的吸引着。那说到这里，大家好多朋友就会想，哦，杰斯公司现在已经7年了，那我们现在来加盟是不是已经晚了呢？我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企业的发展。大家都知道要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创业期，也就是风险期，杰斯公司已经安全度过。那么成长期，杰斯公司产品的不断增加，系统的不断完善，到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快速发展期的一个开始。现在是我们加盟杰斯、体验杰斯、丰富我们人生的最好的时机。为什么？第一，互联网的一个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互联网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创富的机会。第二，那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一个提升，尤其是现在大环境不好，尤其是中国肿瘤、癌症等这样的一个健康状况的持续的一个恶劣，这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那么第三，分享经济的一个推广，中国无论是从这个国家主席到总理在大力推广我们的一个分享经济，在未来的5到10年将会把分享经济推到高潮。那么大家想一想，现在是不是最好的天时地利人和加盟杰斯，去体验我们杰斯的这个两个平台、这两个系统，来丰富我们人生最好的时机呢？那也预祝我们在线的所有的这些新老朋友能够带动更多的伙伴能够来到杰斯的平台，在这个平台里边也预祝大家都能够实现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好，谢谢大家，我把话筒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弟弟。非常感谢丽华的精彩分享哈，那真的我们想要了解杰斯哈，真的不是说你今天听一下就完全了解了。但是有个特点啊，杰斯，你越了解他，你就越喜欢他。我们说今天是情人节哈，我在美国的家里跟大家做全球连线的直播，没发现真的互联网真的今天改变了我们的这种交流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购物的方式哈。那同时杰斯也改变了我们赚钱的方式，所以呢，我的姐姐、家人等等，他们都出去过情人节了，而我今天留在家里跟全球的杰斯家人一起过情人节，所以今天的杰斯就是我们最大的情人，对吗？非常感谢那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里呢，我们用我们的微信这样的 Zoom 的这种这个传播工具连线到了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杰斯家人哈。那首先我再要推出来的一个嘉宾呢，是我们80后的一个年轻人哈，他跟他的先生移民美国已经多年。
他自己本来是也是做这个网上销售的，那今天是什么吸引他能够来到杰斯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他也是这次刚刚跟我从拉斯维加斯参加完全球的这个 leader 的会议啊，他想真的感受非常的多啊，也真的借此机会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我们真的非常高兴，我们欢迎我们的 Leslie。Leslie 可以上线吗？可以可以，听到吗？听到。不好意思，我在这里重复一次哈。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Leslie， 来自美国洛杉矶。首先呢，在这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今天我好兴奋哦，因为我刚刚用上了我们杰斯公司新的粉底 Envy， 这一次从拉斯维加斯大会上推出的新产品，所以待会在视频会议结束以后呢，我可以美美的跟我的先生去庆祝我们的情人节了。今天呢，我很感谢弟弟在这里给我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我呢是来自中国广东的，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里面，我的父母把我和弟弟永远都放在第一位，什么最好的他们都给了我们，所以一直以来呢，我自己认为打工赚的钱只是零用钱，我都是这样来花，所以家里所有的开销一贯都不需要我来负责，所以我的想法就是钱够花就好了，不够的还有父母来补贴呢。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什么大的梦想，也没有什么人生的目标，直到我大学毕业前几个月，我的父母他们突然间说要决定搬回中国常住。那个时候又刚刚碰上了美国的金融海啸，我找到的全职工作那个薪水非常的低，根本不足够我日常生活的开销，所以一直以来呢都要靠父母每一个月来补贴。有一次我的弟弟约我到外面去吃饭，他问我，姐姐你现在生活怎么样，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我就把我实际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姐姐你没有搞错啊，你是大学生怎么只赚这么一点点钱，比我做 part time 的钱还要少，那大学毕业也没用了。那个时候我真的很难受，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把一个好的榜样给我弟弟，现在连他都看不起我了。所以那个时候为了不让我弟弟看不起我，我除了全职去打工以外，我还做上了代购，希望这样能赚一点额外的收入。但是花了很多的时间，钱只是赚到那么一点点，因为我经常要买货寄货，做一大堆的客服，只有我一个人来做，真的是太辛苦了，所以最后我还是放弃了。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自己来创业，又不用做那么多繁琐的事情，那该多好啊。所以有一句话就是，你想什么上天可能就会给你什么，所以想着想着，我生命的贵人 René 就出现了，他把美桑杰斯推荐了给我。一开始我也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商机，只是认为哦，产品好，我要给自己用，更要给父母用。但是真的没有想到产品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在通过短短的几个月，我十几年的过敏性鼻炎好了，然后我还成功塑身了，我从以前穿八号的衣服改成现在穿二号的衣服，整个人也自信起来。那么我的父母身体也越来越好，我妈妈以前面临着坐轮椅，也是通过几个月认真的服用我们杰斯公司的产品，让她
可以走路，现在还可以跑步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杰斯公司有这么棒的细胞优化管理系统，来为我们全家人带来了健康。那么在这里我也很感谢我的推荐人 Renee， 他一路以来陪伴着我，带着我去参加了很多公司大大小小的 会议，让我看到了在这里有很多在杰斯成功的人，其实他们过去的背景也是很普通的，他们是通过2到3年，有的甚至是1年的时间，让他们实现财富自由和时间的自由。那个时候我问自己，如果我一辈子打工，我可以过上像他们这样的生活吗？我还可以买房子结婚生小孩吗？还是我要在杰斯这个平台里好好奋斗几年呢？最后我选择了杰斯，因为我知道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只要我不放弃，跟着我们这些成功的领导人们的脚步一起走，我相信我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因为杰斯是一个可以让年轻人少奋斗10年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百年难遇的机会。我会尽力把杰斯分享给我身边每一个有需要以及他们想要改变的人，我也相信我有能力带领着一帮有梦想有目标的人迈向人生的另一个高峰。那么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谢谢弟弟。太感谢了，真是没想到我们的 Leslie 之前说话那么不自信的，现在可以啊，你们看到他真的是充满的这个正自信啊，能够把自己的故事在杰斯里的这段经历跟大家分享，真的非常棒，让我感受到杰斯更是一个让我们每个人不断提升的一个平台。所以今天的杰斯根本不仅仅是一些产品，也不仅仅是一个平台，它是一个通路，它今天锁定了全世界追求生命健康的高端客户群，那它同时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是什么样的这种力量可以吸引到全世界的这种高端人士啊？那今天我们有请到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来自美国洛杉矶的，他也是我们早年在中国的这种武术这个排柔道冠军，柔道冠军啊，大毅啊，来为我们大家做分享。你别看他是冠军啊，但是人非常的谦卑，在他身上我真的是学到了很多。真的我不具备的，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情人节的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也能够邀请他在线上为大家给他讲讲他的杰斯人生故事，大家欢迎。大毅 OK 吗？听到我讲吗？现在可以讲吗？好，那各位亲爱的杰斯的家人们，大家情人节快乐啊！我的名字叫大毅，是来自美国。那现在的话呢，是在中国的大陆呢，发展我们这个非常尊贵的杰斯的事业哈。同时也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弟弟，百忙之中呢，今天为我们做主持，主持的非常的精彩啊。那谈起我的感受呢，我在若干年以前去了美国，然后呢就是在美国呢寻求一个个人发展的一个梦想哈，到美国寻求一个美国梦。但是呢说句心里话哈，这么些年以来只是打工而已哈，没有一个真正的机会让我真正的能寻到美国的梦哈。可是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呢，是西西呢给我介绍这么一个杰斯的这么一个平台事业商机。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很排斥很抗拒的，非常的不屑耳，就是说我觉得这叫什么事业吗？这不跟社会上的东西一样吗？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样吗？哈。可是后来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到美国是来寻梦来了，这个机会我们是千载难逢哈。我考察了3个多月，他说你要好好的珍惜，
机会错过了永远不会再有了哈。所以我就当时简单的一个相信思维的转变哈，就成就了我今天可以这么说，跟我过去的人生相比算是一个非凡的人生哈。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在杰斯里边除了身体的转变哈，给大家的主要带给我的是心灵上的巨大的转变啊。过去呢，我只是很自我的，我今天能赚多少钱，我将来要开什么，要做什么。那现在呢，通过杰斯的事业呢，让我们人，让我的心灵得到了飞速的这么一个提升啊，让我知道我对社会，通过杰斯的系统和事业，我对这个社会是有用的人，我对别的家庭是有用的人啊，我对很多的患者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啊。因为在经营杰斯事业的这么些年当中呢，无数的这种已经身临绝境的这些患者呀，就无数次的拉着我和我们同伴的手说，感谢你，真的要感谢你，眼里流着泪，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是你重新燃起了我生命的希望啊，在我在绝境里给我拽了出来，拉了出来。所以说哈，这些话的话呢，每一次说到这些话的时候，都让我的心里在不住的流泪哈。我说我们人生啊，总要有所追求啊。我说我们这样的事业不去追求，我们还去追求什么呢？是吧？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健康、幸福的，能对社会有用的，是吧？我们杰斯的事业是当之无愧的哈，我们最佳、最完美的选择啊。因为杰斯的事业呢，我们大家看一看，从他各项的业绩的发展啊，我们看一看，他短短的七年也就成就了将近400位年收入在持续在100万美金以上的收入者啊，这样的业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哪有一个系统和公司能有他这样的业绩的增长呢？是吧？我经常在问我自己和跟我下边的人在分享，我在问他们，我说如果说今天我们反问，我们逆向思维，杰斯的事业不让我们做了，不让你做了，或者是产品也不让你用了，我说你想一想，到那个时候你心里是不是很空洞，会很空虚啊？你还有没有一个平台会比杰斯更好的，你自己反问一下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变得非常焦虑，非常紧张，因为的确的没有一个平台会比杰斯的平台更好的啊。杰斯呢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事业，也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去追求啊。追求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坎坷啊，我们不像某一些个现在说所谓的挣钱快的一个资金盘啊，那个东西是让人心里不踏实的。某种程度上，这个尖锐点讲，那是存在一定欺诈的。而杰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今天需要我们去栽培，后天我们去永远乘凉的这么一个事业。啊，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栽培的过程给省略了，给看得淡化了啊。所以说的话呢，杰斯的事业让我们不断的学习，让我们不断的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啊。我们自己本身是一团火，我们才能有能力去点燃别人的梦想，燃烧别人的激情啊。所以呢，各位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哈，叫做鲜花盛开，蝴蝶才能自来啊。所以在杰斯的事业里面，我们要早日的把我们成为更加盛开的美好的鲜花，我们身边的蝴蝶才会自来。感谢各位，谢谢。非常感谢大一精彩的分享，我没想到他现在在我们中国的东北哈，可以跟我们这么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真的互联网真的改变了我们交流的这种方式，也真的可以透过互联网让我们的这个杰斯的这么棒的一个平台向全球传播。所以当我在讲述我们创办人的故事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他不仅仅是让这些科学家只对那些高端人士，就是他们用昂贵的金钱才可以购买，可以让我们很多的普通人，真的是用真的很少的钱可以建立细胞优化，远离重大疾病，透过他们的这种互联网的技术向全球传播，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那而我们每天每个人的分享，你会发现都会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的感动，今天又有幸邀请到了我们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人士啊。那我先提到我们说的李宗盛啊，音乐之父，我们台湾的音乐之父，他的二姐哈，那么的谦卑啊，移民美国多年，
真的生活非常的优越。那为什么他会来到杰斯这样的平台？在杰斯里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啊？在杰斯里究竟实现了他怎样的价值？我们非常高兴有请我们的李宗盛二姐 Angel 为大家分享。听到吗 ？Angel 暂时听到吗？我吗？你听得到我吗？听得到，听得到。哦、OK， 那就好了。那亲爱的各位全球得胜家人，大家早上好。那非常开心哦，连续过了过年，然后元宵节、情人节。连续的三个节日啊，我相信大家现在都已经还是在这个过节的浓浓的气味当中啊。那但是呢，现在2017年已经开工了哦、啊，所以二姐首先呢要在这边祝福大家，在2017年这个鸡年呢，我们叫要闻鸡起舞啊，赶快要来启动杰斯的事业，好不好？那首先呢，我再一次介绍我自己啊，刚刚我的主持人。他也介绍了我、啊、是的，我有一个、音乐教父、非常有才气的弟弟，那非常的我非常的感恩、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 gift、那他在音乐界非常有成就。那么我呢、在自己的故事呢想回想到在6年多前、进到杰斯，那么我相信进入杰斯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这个机会啊，因为是我主动呢去找的 CC 啊，上帝也把 CC 给了我，成为我杰斯的妈妈，杰斯的推荐人。那就这么简单，一直以来呢，我在杰斯从一个人啊，一直慢慢的，现在我们感谢全球得胜团队，特别在洛杉矶啊，现在洛杉矶的得胜呢，出了这么多的领袖精英啊，这个钻石啊。实在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 CC 双钻总裁的领导。那今天呢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其实呢培训呢大家也都听得很多了啊。那我想最重要的，我把我自己这几年来这样的心历路程啊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年轻的我呢是没有什么梦想，也没有什么计划。那没有想到在我退休呢，跟着我 CEO 退休的老公呢，想要回到台湾休息的那个当下呢，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次回到洛杉矶我的家，遇见了 CC 总裁。那在这样的一个相约，在这个之后呢也触动了我心里面的一个感动啊。当我第一次听到杰斯呢，我就被这个杰斯的致命的吸引力所吸引啊。当时杰斯呢大概只有8个月大啊，没有什么见证，也没有很多的产品啊。当时呢我是被一支这个精华露所吸引啊，因为我的皮肤是极度的过敏，那么用了之后呢发现这产品是完全的不一样，吸引着我。没想到呢就这样子的一个开始啊，一个坚持。那我在洛杉矶，在每一天呢我在起初呢我也很感谢 Tina 啊，我们的三钻 Tina， 她刚开始带着我呢到处跑会议啊。那后来我就跟着老公呢退休到了台湾，所以呢我知道在回台湾对不起啊，这个对，回到台湾之后呢我也是从零开始，我想这个生意要怎么做呢就是凭着一个这个上帝给我的这个勇敢的心啊。其实呢我的个性是非常的害羞啊，也不善言辞啊，也不是舞台型的人物。可是要怎么做呢？
产品太好了，吸引太多人进来了，所以呢我就必须要开始从我自己做起。那么非常的开心了，在台湾呢我们德胜团队呢就从台湾开始建立，那现在呢也到了世界各地啊。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的力量，是团结的力量，是团队的力量啊。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一个时代，是英雄退位，团队来敬畏啊，所以非常感谢全球德胜家人啊，大家一起啊，在这个杰斯啊全力以赴。那么非常感谢，我相信杰斯呢，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公司啊，就是目前可以说是全球独一无二，它有很多很多的特色啊。它除了它符合时代的趋势啊，这互联网交互式的网购让我们生活完全的改变，那么杰斯的制度平台系统都是被这个业界所肯定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许多的数据呢已经告诉我们，杰斯是一个可以做可以为可以勇敢让我们追梦的一个平台啊。所以而且杰斯的产品呢不断的推陈出新啊，像目前我们知道的这个最棒最棒的 Mind 啊， Mind 就是我们叫做聪明果子啊，简单来说实际上呢它是一个专利的产品，而且是能够修复啊，解决啊全球3%啊，每年都有3%的人啊是老人痴呆。所以杰斯这种生物科技高科技的产品一直不停的推出研发，那最新的呢的 Envy 喷雾式的这个粉底呢也是一个相信一定会大卖的啊，因为我们用了杰斯干细胞的保养品之后，我们脸上能够喷上一个基础的粉底，让我们看起来更亮丽更透亮。那当然啦，杰斯最棒的产品啊，配权啊，这些啊，还有 AMPM,Finity 这些就不用多描述了，实在是在这7年来呢已经让许许多多人从生命没有盼望的当下变成提升整个成长有价值，成为有影响力有实力的杰斯的钻石群啊。很多生命的见证在杰斯都在天天不断的在发生，所以你愿不愿意也成为在杰斯可以讲你真实故事来感动大家的那一位呢？那杰斯呢实在是一个就像今情人节刚过，我可以说要天天跟杰斯谈恋爱，你好好的爱他，每天呢你可以过甜甜蜜蜜的日子啊，到永永远远。那而且在这边呢最近也是常常啊讲到怎么样把杰斯做好，就有几个重点啊。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要有5个愿意的心啊，5个愿意的心啊，就是你愿意改变啊，愿意来学习，愿意分享。那么分享之后呢，你也要宣告宣布告诉你周边所有的朋友呢啊，这个啊你在经营杰斯。最后要坚持啊，再加上我们要做7件事，开门7件事，5个愿意的心加上开门7件事啊，展现这个行动力在开门的7件事上。我相信我们 CC 总裁呢已经告诉我们培训过什么是开门7件事啊，今天时间不够啊，大家可以好好的在把这个落实在开门7件事上面，经营杰斯5个愿意的心加上开门7件事，你就可以把杰斯经营得很好的啊。那这个就是我简单的心得啊。那么我也相信呢，对不起，只要努力，只要付出就会结出啊，这是二姐的名言。那么相信在全球啊杰斯的家人的努力之下，我们可以把杰斯这么棒的细胞优化观点产品杰斯的爱跟文化带到世界每个角落，让每一个人生命因杰斯而改变，因杰斯而丰富，因杰斯而发生啊这个影响力，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好吗？那现在就结束我今天的分享了，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大家加油，谢谢，谢谢。我们非常感恩李宗盛二姐，我们的 Angel 钻石的分享哈，在今天这个情人节特别的日子，能够今天让大家汇集在这里来分享杰斯，跟全球的杰斯家人能够共度这样的一个节日，真的，我们对待杰斯真的感受，是不是你把杰斯当成了情人，当成了真的是要跟他谈一场恋爱的一个状态哈？你越学习杰斯，越爱上杰斯，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你要健康，但是他却给了你快乐。你本来只想，要赚一点啊，这个只要能够，生活费能够给自己有一些补充就好，但是发现真的他给你的，真的远远超过你的所求所想。那在这之间，在这期间，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爱的能力来提升哈，非常的感恩。那么我想跟大家宣布一下，我们每个星期三的早上9点中国的时间，美国时间洛杉矶时间的星期二的下午5点，我们准时可以在 Zoom 上面全球连线，来杰斯家人来一起来分享啊，杰斯是怎么样的一个平台，以及杰斯究竟给我们每个家庭带来什么。欢迎今天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三再会。